The one and only Ega， hello Ega， hello hello。首先我就会同我玩一个游戏嘅，而呢个游戏其实好简单嘅啫、嗯。我就喺你之前嘅作品咧，就抽一句歌词出嚟，咁总共有六首。而嗰句歌词咧，我就会调转读俾你听嘅。O、okay. K， 就要估下其实系边只歌。O、okay. K， 断一生，断一生，断一开离，愿深宵的醉团人情。吓、啊，咁依家开始估咯，五秒时间，五、四。因為呢首歌咧係好多一段一段一段倒轉咗，其實好似啲經文。我都覺得受忍越懷越我驚，必不刀手脱難我言。我寫噶，你寫一定係你寫嘅，全部都係你嘅作品嚟嘅，吃定我。吃定我。Okay. 分對你更要何為人情？情人為何要分跟你哋翻嚟讀音無言？讀音無言。讀音無言。嗯。泪眼下流，面我当怕屎架。啱啦。苏丹的苦孤尽无有何为？好，俾五秒时间你。系咪估错？俾五秒时间你。真系唔系。五。估错唔系。四。一。三。啱啦，好嘢，系一啦，冇错。Anyway, come you want day bad, day bad it had you if end.好，嗯 ，bad days， yeah， 哦、oh, ，OK， 游戏就玩到嚟呢一度啦，咁依家咧就到我访问你咯。嗱 ，Ega， 我就知道你咧就啱啱出咗首新歌叫做 Tonight， 我想问一下你写呢首歌嘅时候谂起啲乜嘢画面同埋情景咧？其实 demo 叫 About Time， 好想写关于时间呢一样嘢。唯一一樣嘢係每分每秒都喺度流失緊，而你冇辦法去告白嘅一樣嘢。好想用呢個 topic 去寫一個 about relationship 嘅一個 topic， 喺度寫 tonight 呢一個字咧。我當你得翻一日去同你自己最中意嘅人一齊嘅時候，會唔會同你平時生活點樣去同你另一半相處又唔同呢？我覺得好多時候可能我哋係好多我哋 so-called 未來嘅打算，而影響咗當下同嗰個人嘅一啲 moment， 可以 remind 翻人哋點樣 fall in love 呢一樣嘢，好純粹去愛一個人，去共度每一分每一秒嘅一個 love story， 可能對好多人嚟講係都係一首情歌慢歌。如果大家聽仔細啲，呢一首歌其實係無論 melody 啦。無論在個編曲上呢，是我自己第一首擁有比較musical and gospel 少少的一首歌。你第一次去看到這個陌生人的雙眼，你第一次去認識這個人，跟住由一句 hello 開始，到 the end of the song， 那個人可能變成你一生裡面最愛的人，那個感覺。有幾句歌詞，第一句是行言故了的馬路女啦，祈求以後每天出雙入對。可能我第一次唱的時候 picture 的畫面是一對情侶行一個冬天過的馬路樣的，但是 think deeper 去講的東西是，無論你人生裡面遇到很多的起起跌跌，當你跌的時候你去互相扶持，大家有大家去共度很多人生裡面的難關。跟住佢之後嗰兩句歌詞係講明日茫茫時光將我退，係講緊其實時間啦，就係我寫緊嗰樣時間 about time， 佢就係講緊時間一路咁過去，我亦都係會老，但係我會記得我上天國嘅時候，我亦都想再見到你咯。四句簡單嘅歌詞其實係已經講緊一個人生裏面，你有你嘅 love of your life， 你嘅 partner。你的 soulmate 一起去行很多的路。其实 Tonight 是不是无期的前传来的？其实这个歌词啦，无论歌词啦、MV 啦，有很多的 connection 的跟两首歌。我见过 MV 里面呢，两个 MV 呢都有你拎着相机那个情景，我就猜测一下。其实个 story 的 ending 是什么呢？那就我覺得 keep 翻個 open ending 俾大家諗啦。意大利其實都係一個好浪漫嘅城市之一，所以我哋去選擇咗喺嗰笪地方度拍攝啦。咁當中呢一班團隊，我覺得好開心能夠同佢哋再出一個 trip， 因為呢班團隊係十分之熱血嘅，同埋
同埋佢哋都知道，無論拍吃定我啦，無論拍無期或者去到斷奶呢一首歌咧，大家都係經歷每一日係一個好拍出嚟好靚，但係係好艱辛同埋好趕嘅行程啦。但係大家都冇。